那它这边就变成绕道出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绕大概2公里左右吧，所以不用一个小时就走完了。然后如果有我们的帅哥司机带队，会越走越久，因为他会很仔细介绍这边的环境。好，那目前早上的水池有翠鸟，有小霹雳，有鸳鸯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蝙蝠艇，然后目前蝙蝠数量没那么多，它是。